以往大家看到的都是怎么破案，而我要讲这些人怎么作案，为什么作案。在这里展现的是那些罪狠凶杀案的完整复盘大起底，回忆历史，了解社会，安全防范，知法普法，尽在群魔大典。广州网的雨月屠夫罗树标啊，相信很多人都知道他的事儿，在网上就是说他这个报道也是挺多的。怎么说呢，此人啊被称为广州版雨月屠夫，这是有原因的啊。香港那个原版的雨月屠夫林过云，咱们之前是讲过了，对吧，一共是杀死了四个人啊，而这个广州版的罗树标呢，是吧，前后杀死了13人。和这林过云比起来哦，就是彪子啊青出于蓝，他要比那个狠啊。下面啊咱们那个来介绍一下这个罗树标的就是基本情况啊。此人1954年8月22日出生啊，他生在哪儿呢，广州市海珠区一个工人家庭，他父母都是普通的工人啊，但是他父母这边吧品行是比较端正的，没有其他的方面的事啊，也是普通人啊，只不过因为吧他家庭条件一般，然后所以说这两口子就是工作很辛苦，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说缺少对他的一个关心和教育吧。但是咱们得说实话，其实啊就那个年代，你想想他刚出生，1954年，是不是回头1960年就算长大一点，就是那个年代吧，他父母这种呢就是很正常，不属于什么一个特殊情况，知道吧。多谢菲尔的礼物啊，非常感谢啊。关键是啥，他小学毕业之后就正好赶上了文革，明白吧，那时候他也稍微大了一点了啊，他就是在那个读书无用造反有理的那个年代吧，那个观念影响之下啊，所以说他就没有好好学习，你知道吧，就算没有走上什么太好的正路啊，他1972年高中毕业之后就在家待业，无所事事，也不想干成事儿。那时候都开始乱了，因为72年什么时候正是文革的时候啊，这时候他就认识了社会上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吧，是吧，就走上了这个偷窃的道路，小偷，你看又是从小当小偷的，咱们都讲读写了啊，小孩吧这个经常会干这种事儿，没说啊。偷了什么呢，1974年啊，他因为啊偷窃这回偷的东西比较大被这个公安机关啊给抓获，然后送去强制劳动2年，好吧。等他出来之后呢，没过一年他又不老实了，继续偷，就好这个。他其实这个人啊本身为人比较内向，胆子很小，知道吧，从来没有和人正面发生冲突，比如说对方是个老爷们儿，跟他一瞪眼睛要打他，他立马就消停了，他是这样的一个人，胆子很小，还非常懦弱，然后还这个就是内向，不爱言谈啊，他就这样，所以说他就偷，但这次玩大了哦。怎么说呢，跟大家说一下，1977年8月2号凌晨2点多，这个罗树标啊他来到了这个广州市家电研究所啊，他原意是来偷的，他通过就爬大墙啊，然后进入这宿舍区进行那个偷盗，就偷人家宿舍里的东西，也不知道偷啥，有钱拿钱，有东西拿东西啊，就来琢磨了。他来到了这一个女工宿舍啊，女生寝室吧，就是啊，到这里了。哎，突然的夏天呢，是吧，窗户啥都没关，他就隐约哦看到床上睡着一个女的，知道吧，夏天睡觉吗，是吧，穿的都特别少，再加上夜晚的朦胧，这哥们就这小子顿时就精虫上脑，赶紧就扑上去了，知道吧，就想强奸。结果那女的一下惊醒之后啊，就奋力的反抗，然后还呼救救命啊怎么地的，一下子把这个彪子就给吓坏了，好吧，
他就是赶紧从地上摸起了一块砖头。其实那可能你现在这楼里头不可能有砖头了，也不知道他们家怎么放个砖头啊，可能电动机用的，就拿起个砖头照着你脑子咣咣咣就砸了几下。砸完之后呢，他就掏出个螺丝刀子，跟咱们刚才讲的陆军用的东西一样哈，就拿这玩意来偷了。掏出螺丝刀子又对着这女的脑子哐哐扎了几下。他的本意就是什么？就你别喊，他害怕，他胆儿小，懂吗？炸完之后，随后他就逃跑。原来是个老太太啊、哦，不是不是，这是一个21岁的一个女孩啊、哦。随后这个女的就被送到医院，最终没有抢救过来，死了，知道吧？这就是罗树标他人生中杀的第一个人，来得很快很突然，知道吧？没说吗？当时他就是很慌，也就主要怕他叫喊，他并不是想去杀人家，明白吧？没想到这不是给打死人了啊！所以说回去之后他特别害怕，好吧？但是因为你们想知道啊，1977年那个时候是因为文革刚刚结束，这个整个公安机关啊，这秩序还没有完全恢复，这个案子吧，他没留下什么线索，就没破，一直搁置了。运气他比较好，知道吧？第一次看直播啊，是吧？寝室人呢，他第一个他自己一个人住啊，不是上学那个寝室，是女工宿舍，他自己住啊。哎呀，这个罗树标他不就在家就藏匿了一段时间吗？害怕呀，是不是哈？等后来发现这个风声也不紧了，没什么事了，是不是哈？啊，他寻思呢，我要重出江湖。干嘛？继续偷，还是偷，知道吧？结果于1979年1月再次被公安机关抓获，送进去劳教3年，又逮着，知道吧？在这个期间呢，他劳教的时候，他就对这个公安机关特别痛恨。他痛恨什么？不怎么我一偷你就逮我呀？你怎么偷一次逮一次呢？啊，我就偷这点玩意儿，结果在我里面再偷一年，我的人生啊！我的青春呢？啊，这人就这样，好多人都是这样啊。就是说，因为他不知道，他觉得你看我偷了多少次，你别给我啊。这次我偷一包烟，你给我抓起来了，然后判这么长时间，我就觉得就不合适，是不是啊？他就是思维比较极端啊。怎么不去呢？啊，回头再说啊。这也没办法，1982年嘛，他劳教就出来了啊。出来之后，然后一个偶然的机会啊，就认识了一个女的。在广州认识的，这个女的姓曹，咱们就叫她小曹吧，啊，她是什么地方人呢？她原籍是河南开封的，但是她年纪比罗树标大5岁，明白吧？随后两个人就结婚了，结婚之后马上就生了一儿一女，知道吧？有俩孩子啊。有了家庭，有了孩子之后呢，她并没有说就是的，重新做人，就是好好的上班啊，干活挣钱，没有。知道吧？他反而变本加厉的还去偷，这人就犟啊，还偷，知道吧？但是呢，1983年2月又一次东窗事发，又给逮住了，知道吧？他被这个广州的这个边的一个法院啊给判刑4年半，这回判的比较重。到这块为止啊，白哥跟大家说一说。此人年轻时候这个经历听起来像不像宁夏那个李小龙？好吧，从小就偷，哎，一偷就挨逮，逮完出来之后还偷，就不适合偷，明白吧？但是你看他杀人就没被抓了，那李小龙就是，李小龙你说呀，每次偷也是这样吧，偷就被逮，但一杀人抓了，就是他不适合干偷盗的这个职业，明白吗？年轻的时候他们两个人啊，这个经历其实挺像的，你这么说啊，但是后面就不像了啊。最后这一次进去，这罗树标在里面啊就变了，知道吧？咱们大家都知道，这一个人的性格啊是根据环境来的，这个环境完全能影响你变成什么人，知道吧？他在里面这回这个狱友啊都是什么人呢？都是强奸犯。他那一个监号里边好几个强奸犯，知道吧？也都是判了6、7年的。
你说这帮人一天天在一起能干嘛？他们吧就经常吹嘘自己啊是如何如何搞女人的，那些细节还有经过，不非常细哦，而且就添油加醋的把这个内容啊就弄成比较残暴，知道吧？这个罗书标就是成天听在耳朵里头，他也记在心里头，所以说这段时间啊，这个经历对于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逐渐他的心态就发生了扭曲，明白吗？事后他也说，就是从这块开始的啊，全是那些人，这很重要。如果你说他那里面要碰着都是一些政治犯，那可能思维就变了。哎，经济犯的话，他可能就出去就开始就搞经济去了，就碰着这都是强奸犯，你看看。1987年，他就出狱了嘛啊！出狱之后，然后这个老婆也是等了他这些年啊，跟那个李小龙不一样了，完全反了。李小龙那是咋的？没等出狱呢，老婆就跑了，完出狱还自杀了，还不是？他老婆一直等了他这么久，你知道吧？然后他就答应他老婆说：“我这回要重新做人，再也不偷了，再偷可能就不是4年半了，就10年半了啊！啊，果然不偷了啊，至少就是说再也没被抓了啊。”没干这事儿啊，其实他还偷，但是这之后他偷的东西不一样了，不像以前，以前是奔钱去的，这回以后不是了啊。哎，出狱之后干嘛呢？他就开始从事啊，这个给人做装修，啊，然后那个边装修呢，还得给人在就拉着活什么的，送着货，那这必须得整台小车啊，啊，他钱也不是特别多，然后他就买了一个啊，0.6吨的。一个微型小卡车，就前面啊副驾驶上有一个自己坐了一个，然后后面带个斗，这种小微型啊小江铃那种啊，后面可以拉货的。随后呢他还把家呀搬到这海州区的新教镇，到这个地方来了。但是在这个时候就发生了更大的问题，知道吧？因为想啊，87年之后这时候有就是说这个录像带开始普及了，电视里家家里开始逐渐都有了，有录像机了，明白吗？他在家里没事做的时候，他就开始看啥？看这个电影录像带，然后呢，特别喜欢看这种就淫秽变态的，看黄色录像带。说白就是啊，就跟现在就是说买电脑在家里头在网上看那个 A 片似的啊。而且大家都知道，香港发生过一起这个雨夜屠夫这案件嘛。然后那个当时那个电影公司就根据这个案子拍了一部电影叫《羔羊医生》，这是任达华主演的，对不对哈？然后在咱们国内呢，这个影片是禁止播放的，一是因为里面有漏点，二呢我觉得可能是跟这个案子有关，为什么呢？咱们接着听，知道吧？就这部电影，这个录像带啊，让这个罗书标给看见了，看完之后他就迷上了，之后他就把这个袋子当成宝贝，爱不释手，一遍的一遍，一遍一遍的看，明白吗？也就是说怎么，而且他不只是仅看这一部啊，他就是看好多好多电影，但这个电影是他入迷的这个开端，之后也看了好多变态的这个电影，知道吧啊？他就是怎么，他就觉得这林桂云呢非常酷啊，这林桂云的做法呢，然后他很好奇也很欣赏，知道吧，就非常入迷。再加上之前因为他在监狱里的那些经历，明白吧，会有这个对影片的痴迷，所以说就令他的这个人性逐渐的退化，兽性开始大增，知道吧？随后呢他就根据这些影片里的情节啊，然后逐渐产生了一种就是说自己也想试一试，并且呢我想跟警察斗一斗的想法，哎，知道吧？这点呢和那个广西的韦成才比较像，但大家听过我跟你们讲过韦成才那个案子吧，是不是啊？区别是什么？韦成才是看了录像之后想当杀手，然后他则是想当林过云，知道吧？不过虽然是有想法啊，他这段时间呢就看完之后呢一直是在脑子里想，哎，只不过他平时就开始就找小姐嫖娼，他还没有去实施，一直就干这事儿。87年
这几年哦，他看完之后他就去找小姐，他还没有去像林桂云一样，这是一个过程，一个酝酿的过程，直到1990年2月7号这天才开始升级，发生了那个质的变化，知道吧？这天深夜，然后咱们说一个女的姓钟，22岁，她正好从这个广州啊要赶回市桥，但由于她耽误了这个班车嘛，她只好就从那个新宫赶往赤岗俗什么这个车啊，就反正就倒车在那边熬。这时候呢，正好这罗树标啊，他刚刚看完了几部那个黄色录像带，明白吧？兽欲大发，知道吧？控制不住自己了，然后他开车就赶紧出门啊，他想出去嫖娼呢，找小姐去，知道吧？但是呢，他又舍不得花钱，那是这嫖娼是需要银子的，是吧？于是他就一路上就是两难呢，是找呢，还是不找呢？这钱舍不得呀，是不是哈？这完事之后就那么回事，完了钱就没了，挣点钱也不容易，就这样啊。当他刚把车开出黄浦村啊，他就看见了个穿绿色毛衣，还有这个黑色西裤的这个小钟，这个女的，他就到跟前一瞅，说：“哎，这女的啊，身材比较丰满，而且是长发披肩。”一想，这罗树标顿时就淫心哦，大起啊，啊，寻思试试呗，这把车咔开到了这个小钟面前一停。然后上一问，那个美女你去哪里啊？那女的说我要去市桥。啊，你去那儿啊？我正好我也去市桥，这样了吧，我顺路完送你一下吧，好不好？还这么晚了也不安全。这小钟一听说，哎，这个好心人呢，是不是哈？他就上了车，就坐在了他这个副驾驶旁边，明白吧？两个人一路上唠了一会儿嗑。这个罗树标啊，一听看说的呀，这么晚了还没有吃饭呢，怎么怎么地的，是不是哈？完了，寻思把车就停下，停了之后干嘛呢？就下车在路边给他买了个饮料，还买了两张大饼。哎，可能那个年代吧，大饼那是好东西。现在你要泡妞，你给人送大饼去，那么一巴掌就给你周一边去啊！拿这玩意儿糊弄人啊，至少得买瓶营养快线呢，是不是哈？他意思说的，来吧，不容易，看你那个外地过来打工的，是不是啊？来，先吃点东西垫吧垫吧。这女的一看，这真是好心人，是吧？你看人这个广州这个本地人多么热情啊！一边感谢着，一边吃着大饼啊，咔咔吃着，吃那个嗨。他也没瞅这个路，他也不知道路。这时候这个彪子啊，他就偷偷把这车啊开到了一个叫皮州乳牛场这么一地儿啊。但这个附近有一个就是非常偏僻的市场，到那吱嘎一脚就把车停了，然后转身就扑向这个女的啊。这女的正吃大饼呢，啊，一脚一看扑上来，就赶紧就挣扎，明白吧？拼命的反抗，关键还干嘛？还骂他，说你这个不要脸的老爷们儿啊，如此卑鄙下流无耻，一句脏话就是说的，就对他的评语就开始上来了。你要再不老实，我告诉你，回头我报警抓起你来。彪子一怒，你知道吗？他以前杀过人呢，啊，过去冲去掐着脖子，结果一使劲，咔嚓，把这女的给掐死。掐死之后，他都没害怕，知道吧？也就是说，这些年在看录像啊，攒下这东西都深深烙在他这个脑海里了。随后，他就把这个车啊开到一个叫园艺厂什么，就是那个芭蕉林呐那个地方啊。然后干嘛？他做出了一个非常令人惊讶的举动，奸尸，疯狂的奸尸，发泄他的兽欲。他也莫名其妙，他可能就不是说想学林桂云，想的太久了，这回就开始就这么来了。完事之后，他就把这个尸体啊弄上车，知道吧？然后开到了一个工厂，比较偏僻的工厂附近啊，直接就把这尸体就扔了，就这么简单。虽然是不，这个不是在第一次杀人啊，但事后之后呢，他就非常惊慌，因为刚开始做的时候啊，是有他这个就是说色心在指引着他。完事之后，他恢复了冷静之后，还是害怕。然后第二天上午呢，
他就偷偷的开车跑那个现场去看看动静去，知道吧？然后结果发现那会儿围着好多警察还有群众，一堆人围着，你知道吧？就吓跑了，没敢过去看去。这人胆儿比较小，他不像那别的人啊，像边框那胆儿那么大啊，没有。完以后这一段时间里头，哎呀，他就成天就特别害怕，惶恐不可终日。他说我这一冲动就这么干了，我就去学林过云了，就这么去学了，是不是？他就没敢动。整整一年时间，我告诉你啊，他就再也没敢做这些事儿，他也没敢干别的事儿，就消停待着。他都甚至都轻易都不敢出屋了，都变成这样啊。但一年之后，他就发现啊，这警察也没查到他头上来呀，这不就那么地了吗？啊，这胆儿又大起来了，人都是这样嘛，就一步步来的嘛啊。然后他后来就分析一下，他自己他挺聪明的这人啊，他就琢磨，他说没发现我的这案子是有道理的，怎么回事？你说这警察破案吧，不就那几种方式吗？他们破案就是根据这个因果关系来了，就是说有仇杀呀，还是那个情杀呀，就是跟都是推理这么一点点推的。你像我这种，我跟他也素不相识，直接在路上给他接过来，然后偷摸就杀掉，你怎么可能查到我？对不对？这是有道理的。啊，他说，看来我这个还得分析总结。啊，然后想想说呢，你看看我悟出真理了，那么后面干脆我就跟这些警察来一场死亡游戏，就看看咱们谁更有头脑，我就开始作案，我看你们能不能破了我，看咱们谁更厉害，就有这种想法，知道吧？非常可怕啊。咱们得说，这一年时间里头，虽然就是说他没有杀人，但是嫖娼是没间断的，知道吧？他得啥呀？解决自己的问题啊，是不是啊？在这里头，咱们就提前先做一下总结哦。他一共四年多时间，嫖娼上百次，知道吧？不是说他每次嫖娼都是把这女的给杀了，他是就是隔段时间碰着机会了，突然心血来潮了就弄一次，多数情况下全是嫖娼，正常给钱走人。但是啊，由于嫖资的问题，都需要钱，他不是一个有钱人，明白吗？他没钱吗？他只能选择档次比较低的这些站街女，知道吧？后面啊，这个问题咱们就不说了，知道吧？就是只说他杀人的事情了。就是说他嫖娼的事咱们就一带而过了啊。他就经常就包括这个那两个案子中间他也可能去嫖娼去啊，瘾越来越大，可不是嘛哈。一年之后嘛，咱们就接着说，他又蠢蠢欲动了，又想玩死亡游戏嘛，怎么办呢？因为1991年2月26日，这隐藏了一年多的这个罗树标啊，他又开车出来了，又是开始找机会去开始作案了，就耐不住寂寞了，是不是哈。这天深夜12点多的时候，他开车来到了叫赤岗公交汽车总站的地方，看到了一个20多岁的一个女的，单身，自己在那等车，然后还是上去就问说你去哪里啊？那女的说我要去上冲村到那块探亲，比较实在啊，在这里呢你就能看出来，他说探亲，然后这个彪子就跟他说我正好也要去上冲，是不是？然后你就那个上车吧，完了你给我几块钱就行，你就带你一道，少收你点钱，就这么的就把这女的给骗上车了。然后这车呢就开到上冲哦附近的一个堰林处，到这地方停车，他就扑上来就要强奸。不过呢，这个女的还是跟他搏斗，非常勇敢啊，哐哐的打，然后叫喊。但只要这样，那他就弄死啊，扑上去还是直接先掐死，就是你别喊，别叫，把他掐死。弄死之后，他就把这个尸体啊运到一个武山的这个树林子里面，然后扒光衣服开始奸尸，还是那一套。但是完事之后可和上次不一样了，明白吧？升级了，他取出了一把小刀，明白吧？然后他把这个女的乳房还有这个下阴都割了下来，以及一部分皮肤，明白吧？事后这个女的尸体呢是非常惨不忍睹啊，割完之后用这个死者的一个红毛衣给她包了起来，然后带回家中，
回去之后他把这些器官烘干了啊，烘干之后完没啥事就拿出来，就在这块就摆弄，还弄，然后还加上自己的无限遐想啊，就这样。这是干嘛？这就跟那个林过云就差不多了，明白没有？然后他就想，那林过云跟他还是不一样的，是不是啊？人家干嘛？林过云他有自在自己家里头搞啊，然后他瞅瞅自己住这个地方是个小阁楼，好吧？他就说的，我要把我这个房子也变成林过云的那个家，在这里头继续玩他的死亡游戏，好吧？咱们介绍一下他的家是一个什么情况。啊，这个家其实本身是一个房子嘛，下面这个里是两间房，里面一间住着他老婆，一间住着他的那个孩子，然后在上面有个小阁楼，这小阁楼呢是他自己住，哎，而且钥匙只有他有，这些人都上不去，由此可见他跟他老婆关系并不好，他俩都不在一起住，你们要知道，都是徐志摩送的礼物啊。所以说这种就是说他居住条件啊，就给他创造了这个可能性，知道吗？你要像说一家有老婆有啥的，那他不可能干这种事儿，是不是啊？于是1991年4月12号这天深夜，一个从湖南到广州找工作的女人又被这个罗书标啊给骗上他的车，就那么简单，咱又不说了，他也是总骗，可能就这个碰上了，别的没碰上就算了，这个碰上了上他车吗？然后这回啊到一个僻静的地方上去先给你掐晕，知道吧？给他掐，他以为掐死了就掐晕了啊，一顿掐完事之后，他就把这女的偷偷就带回他的家里那个阁楼了，谁也不知道，半夜嘛啊，但那女的碰一下就活了，没死了哦，他又过去拿衣服把这女的给捂死，这回这捂了半天，终于给捂死了。捂死之后，然后就在自己的床上进行奸尸啊，这奸尸说那就是特别狠啊。完事之后呢，他把这个尸体啊赤身裸体的就放在了床上，他还搂着这尸体睡了一觉，这人都变态到啥地步了，多恶心啊！第二天早上等他醒来之后，哎呀，一摸这尸体冰凉，还都发硬了啊，寻思着出去，等他老婆孩子一出门之后，他就把这个尸体拖到车上，然后找个野外给扔了。这回他干起了，后来他又干了好几个，就没有那么详细的了，咱们就不多说了。就是说第七个被杀的是一个姓何的女人，这个罗书标啊把他弄死之后呢，在他身上总共搜出了300块钱现金，还有一条金项链，一个金耳环，一对金耳环啊，另外还有两个戒指和一套衣物。这女的穿那个身上带的东西比较多，你知道吧？然后她就怎么呢，她把这个衣服啊就拿下来，然后就是放挂在那里头进行欣赏，就想这衣服就是那女人，她的记着呢，怎么怎么样，是吧？弄死了之后了，那尸体不能留了，没法保存呢，她留着她的衣服，对她的衣服进行遐想，她就干这个事情，衣服啥她都留着，明白吧？然后她还把这个金银首饰啊就拿到那些典当行下给那个当掉或低价卖掉，再拿这个钱出去嫖娼，明白吧？而且咱们在这里头再跟大家说一嘴，他也经常喜欢偷一些衣物啥的啊，变态好可怕。是啊，跟你说罗树彪啊可比那个林过云要玩的要大啊，跟你这么说啊。好，咱们这么跟你说，就整个1991年这一年的时间，他用这种方式杀了七个人，知道吧？这七人都这么杀的，他就是把你身上的钱全吓走，然后拿着钱再去嫖娼，完了把衣服啥都留着，知道吧？这是他杀人最多的一年，得看4年半时间，就这一年杀人最多。用他后来的话呢，就是说呢，就是这时候他已经上瘾了，好吧？做完之后特别舒畅，不能自拔，是怎么着？就这样了啊。那么，咱们的话就说回来。他就这么在自己家里作案，他老婆知不知道呢？是不是？
他老婆不知道他在作案，但是知道他在嫖娼，这个是知道的。啊，这个小曹啊，他是一个逆来顺受的一个妇女，一个农村女的。啊，他首先觉得啊，这个家里头主要赚钱的人是谁？就是彪子嘛。他自己没什么能赚，钱都是彪子赚的，是不是哈？首先他就低人一等。另外呢，你别忘了，他比罗树彪大5岁呀、啊，知道吧？他特别怕被抛弃，万一哪天惹着这个彪子不高兴了，把我甩了怎么办？他害怕这个，所以说他从来就不敢干涉罗树彪的一切行为。罗树彪一个眼神过去，他立马就消停，他不敢瞅，胆儿特别小。而他老婆在家就处处忍让他，而就是自己只管着种点菜啊，料理家务，完了也开过那个小杂货店，还卖过熟食什么的，贴补家用，也干不了别的，也没什么本事，知道吗？一开始这彪子在外面那个嫖娼，他知道，但他不敢管。后来这个彪子一看他老婆不敢管，胆儿就大了嘛，就直接把这个小姐就领回家去，在他阁楼里头胡搞。他老婆知道，心心瞅瞅，唉声叹气。就是打断牙往肚里吞嘛，就这么忍了，啊、哦！不过有一次，啊、哦，这个彪子他把那个就是这个女尸啊，不把器官都割下来了吗？割下完之后，然后这当天那个尸体他就放到了自己那床头柜下面，啊、哦，结果这尸身上流出那些血水啊什么的流出来了，然后顺着那个阁楼就躺到了楼下。哎，被他老婆发现了。他老婆看这不通红的，这血什么腥的好的，哎，通红的，问他这什么东西啊？罗树彪直接告诉他，是死尸。哎呦妈呀，给他老婆吓一跳啊！这不是死尸啊，胆小吗？然后他说，他说你别怕，昨天晚上啊，我开车撞死了一个人，然后啊，我怕吧，当时给他撞倒了，然后我怕给他送去医院去花很多钱，我就给他带了回来。结果没寻思回家死了，反正也没人知道。回头呢，我就把他那啥就扔到那个扔进珠江算了，就这样让他给忙过去了。不过他老婆一直脑袋里就觉得有点不对啊，你这车撞了人之后，他车上也没有什么伤痕，那正常撞完人的时候要么就扁一块儿啥的，没有。但他老婆也没敢多问，就寻思也想啊，也没啥事儿，这个也符合彪子的性格，他胆儿小怕事嘛，还舍不得钱嘛，是不是啊？有可能的。再加上他从来也没想过说罗树彪敢杀人，那平时跟人家吵架，人别人只要一立眼睛，他马上就跑啊！宣传怎么可能敢杀人呢？其实可真不是那么回事。我告诉你说，在外面猛的人还真不一定敢杀人，知道吧？打人行，一定要杀人或者干这种事还真干不出来啊、哦！心太大啊！哎呀，歌声依旧啊！哈，哎呀。这个91年当说完了，是不是啊？就92年2月8号，这一天是大年初四，然后这彪子就开车在街上就溜达呗，是吧？边干着活，然后他就琢磨，寻不寻思看哪有目标，知道吧？结果看上一个女的不错，过去打招呼，哎呦我他吓一跳，这个女的是谁？这女的是之前他嫖娼过的一个小姐，知道吧？那次呢，他把这小姐拉上车到树林里头嫖完之后，他一脚给这女的蹬下车，他开车跑了，没给人钱，吃霸王餐，你知道不？他以后没钱了，他就这么干，啊，给人踹完就跑，没想到又碰了。那女的吵，哎，这不你吗？你忘了那什么玩意儿？半年前，你把我蹬下去了，你跑了，知道不？我找你很久了，我都记住你车牌号了，你不知道啊？起来，赶紧了，怎么办？要不然我给你抓去送官去。罗树彪一看，心心呢，嗯，好，那就你了啊。说行行行，哎，比较熊嘛，瞅那样，我给大家那个来看一下他这，看一下他照片吧啊。不看一下照片，先看一下他两张照片呢啊。这罗树彪啊。叼小烟儿，嗯，
行，我他妈跟他比，跟点那个，跟一般的案犯比，不能跟他比啊，这太恶心啊。就这样，比较凶，行，那个啥的，我给你取钱呢，你给我带车，我上车，我带你去啊。就这样啊，就给他拉到了一个僻静的地方，然后就把他给弄死了，直接摁脖子，咔掐死，知道吧？掐死之后依然是奸尸，但这次他没有那个就是嘎东西啊，整完了扔了就跑，就这么就地了。这又一起啊。然后咱们就接着说1992年3月3号这一天哦，又传了这起案子，是第11个被他杀的人。这个女的叫什么呢？叫米成龙。因为之前好多案子里，就这个案子到最后结的时候，有好多人也不知道名字，明白吗？因为他杀的基本上都是小姐，根本就不知道名和姓。当时他把这个尸体整的啊都不像话了，有的扔水里啊，有的扔到那个什么那个特别荒僻的山里头，被找的时候都腐烂的不行了，你知道吧？特别恶心。他把这个叫米成龙的这个女的嘛，一个小姐啊，就跟那个给整上车了。上车之后嫖娼完之后，他就把她掐死。掐死之后，他到那个家里头嘛，他就同样就是割下器官。割下这个都是重要器官嘛，就是比较就是乳房啊、下阴呐、肛门呐，就这些地方啊，全割下之后，然后他把剩下这尸体啊，用这个麻袋呀、啊、给他装上，装上之后他就放到车上出去抛尸去嘛。这次其实我为什么说的呢？感觉啊挺什么的啊，我就话就不能多说，大家看看怎么回事啊。就半路上这小车突然就坏了，出现故障，开不走了。然后他就比较着急，那车上拉着尸体呢，你可知道？那他就放那啥呀，他那个副驾驶旁边啊，也没有什么东西拦着，不像一车祸被人发现了怎么办呢？他着急，然后他就自己下车推着这个小车啊，哎呀，推了半个多小时，干嘛？他赶紧把他推到一个僻静的地方，到这个地方之后，然后他又在那块修车，修车又修了一个多小时，知道吧？随后车修好之后，他就开着车经过天河区，将这尸体扔在了东山区的新庆路附近，前后总共用了两个多小时，一直竟然就没有人发现。当时盘查的还是非常紧张，就没人发现，知道吗？咱们也得说，你说他这胆子都到什么，都大到什么地步了？关键还不只是这些。我跟你们讲一讲啊，这个太细的就不好说了，知道吧？我也不能说乱在这里说，就是说他在这些案子里头，每次知道吧，杀完人之后，奸尸之后，他不仅仅割下这些器官，还干嘛？他在这些受害人的这些啊下阴，还有口腔，然后就塞进自己的这个袜子。还有这个内裤，就硬塞进去。塞进去之后，他有的时候啊，还把自己的精液留在里面，特意的。目的是什么？他就觉得我做了这么多次，警察一点查不着，我给你们留点证据，我看你能不能查着。就是完全的挑衅，就这种状态，你明白不？之后呢，他呀，把每次作案之后，他都会把这个受害人。这些女的那个详细的就是说体貌特征，有的身高多少，然后体重大约多少，就是会记下来她穿什么衣服，哎，记得特别详细，知道吧？然后还有她自己这个奸淫的过程。你像当时这个林桂云，你忘了拿着这些东西在拍照相，她没有那个条件，她干嘛？她就拿笔记特别详细。完事之后吧，她有空的时候她就把这笔记本拿过来，一篇篇翻，让她想。就看，知道吧？就自己写黄色小说，就这概念哦。后来因为他觉得这个警察查的比较紧呢，他有点害怕，说万一这个东西哪天落到别人手里头，那不就全都露馅了吗？于是他就把这个日记啊就给烧了，但是呢，他就留下了用提纲的方式给记下来了，编号1，然后怎么怎么地，用他自己能看懂的一种标记。
给的列的都是大纲，不用详细，但是他一看起来他就知道那个过程是什么样。用这种方式啊，他没有那个录像机，你知道吧，都些奇葩送的礼物啊。就这样啊，你说这人就是不是就变态。然后呢，这不回头就是还是92年5月25号这一天，哎，这卢树标啊，他在沙河大街又找了一个小姐，到哪儿去呢，他带着他又去这个海珠区进行那个嫖娼，结果半路上被这警察给查车给截住了，截过之后就说你这属于嫖娼，虽然这个吧那个不罪没那么大，但是也不行，也要处理你，嫖娼是不行的啊。92年给他送，最后啊送到了工读学校收教半年，就在那儿学半年改造一下啊。就在这工读班里呢，正好他看到了那个公安局发的那个通报，说这些碎尸什么的，把这体貌特征啊，公安局也给分析出来了，警察说大致是什么样，然后开着什么车，因为有一次他这个他作案他特别聪明，我跟大家说一下，他比如说开着车去运尸体的时候，他从来不走那个土路，这个土路啊会留下那个车的那个车辙和印记，他全走那正常的那个公路，明白吗？到偏僻的地方下车，然后他把这个尸体啊背着然后扔掉。但是有一次他露出马脚，因为怎么的，因为路上出现了点偏差，咔咔一个急打舵，这个车呀车轱辘就压到了路边的柏油马路那个土路，从那边开了过去，就这么留下这个车印，结果让警察给查出来了，就是他开的这种车。就这些蛛丝马迹啊，反正也分析出来，他看到这个通报之后当时给他吓完了，哎呦天哪，这么厉害呀，知道吧。据他的描述，当时吓得他浑身发抖，在那块好半天都缓不过来，说太危险了，知道吧。然后随后的镇定之后呢，就非常老实的在那改造学习。非常可惜，本来是半年，3个月之后，当地的人觉得他改造的特别好，这人也不像的人啊，然后就给他放了。家里还有孩子老婆，没吃没喝的等我挣钱呢，就给他放了，就提前让他出去了。所以说等他出来之后啊，这小子就真不敢了，就停止了作案，不敢告了，吓完了，但是我这么小心还是能留下痕迹，还是能被追查出来。但是虽然说他不敢作案了，知道吧，他还得解决自己的一些生理问题，他已经变态了，他已经上到那个层次，他下不来了，你知道吧。说1993年这一年他干嘛呢，他是不杀人了，他有办法。从这个时候开启，他就用另一种方式，他在那垃圾堆里什么捡到了那些就是时装店服装店用的那个模特，那模特不都是啥赤身裸体的吗，塑料的，有的模特坏了断只胳膊然后就扔了不要嘛，啊，他就把这些东西捡回来，捡回之后他就拼接啊，这个缺胳膊的那个少腿的咔两个拼成一个，然后他就到处出去偷去，偷啥，他又不偷钱，专门偷谁家晾的衣服，比如说看这家人啊晾的一个女的衣服挺好看的，他就把他的衣服偷过来，内衣内裤啊这种的，他是偷了好多呀，我告诉你哦。偷完之后他就把这个模特再穿上这些衣裙，再加以前受害人的衣裙啊，或者是把那个标本拿出来看着欣赏，然后自己就开始幻想，知道吧，奶奶一躺下开始幻想，就开始在那幻想，一年就玩这个，我告诉你哦。后来他又用铁丝还焊了一个女模特，完了发泄自己的兽欲，这个我就没法去证实。我想一个模特怎么发泄兽欲呢，如果你买个充气娃娃还可以，可是那个年代啊他买不着充气娃娃，可以跟你这么讲，他怎么发泄呢，这个没办法啊，这个细节啊跟官方没敢透露，我也不敢乱说，反正就通过这种方式然后解决他的生理问题，你知道吧，就变态到这种地步了啊。就这样又过了一年，他就忍不住了，你明白吧，这成天这样是不行啊，幻想毕竟归幻想是吧。1994年他实在忍不住了，他就又想去作案，是不是，于是他就开着小车出去啊，
又找了一个站街女，这女的事后也没有那个姓名啊，可能就会那个连尸首都没有查到，拉到了野外，知道吧，给她掐死，掐死之后带回家继续奸尸，然后又割下部分器官，回头又那一套把尸体一抛，这个事儿就过去了，又没被查出来，知道吧。后来他就觉得说这也太啥了，虽然是警察是知道一些蛛丝马迹，但是你还是不知道我是谁，对不对？我这非常保险，我不是天天做，我隔多长时间一做，你能怎么着。但是后来他又觉得，他说杀这个小姐太简单，没啥意思，没有挑战，你明白吗？他就是心态都变到这种地步啊。然后于是就想说，我得找那个正经女人下手，这样才能说的更刺激啊。正经女人不好上钩吗？不像小姐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啊，不好上钩，有挑战。另外呢，她的身份呢还会被查到，哎，这也是挑战，跟警察斗一斗法。就这样啊，抱这种心态，1994年9月18号这一天啊，这罗树标他就来到了这个广州火车站附近，他开始当黑车司机，在这拉客，准备啊。又是晚上12点左右，一个刚从新疆乌鲁木齐来的姓贾这女的，被他搭上话了。他就以这种低价，你想去什么地方啊？是不是啊？完了，那个车费得多少钱？就20，那我给你8块吧。啊，我就顺着我是黑车嘛，就跟现在很多黑车司机似的啊。就这样，这女的啊就坐上了他的车。一路上呢，这彪子就撒谎溜屁的呗，哎呀，我这个着急点事儿啊，怎么怎么地的，说我先回趟家行不行啊，我要拿些东西去，然后我再送你去，正好路我家。你就说行啊，一路上跟他说我家小孩可好玩了，可好了，怎么地的。下车的时候他说你跟我一起上去坐一下吧，顺便看火开吧，啊，我这得找东西还得找10分钟8分钟了，你自己这大晚上的你自己在车里坐也不安全。那你就行，说行，那我跟你上去吧，就这么简单，知道吧，就跟他上去了，好像就一点防备心理都没有的。但是也是大晚上的自己在下面也不安全啊。就这样上去之后，一开门那女的进去了，把门一关，回头在后面哐就把这女的脖子就给搂住了吧，啊，一阵很呛，就给整晕了，知道吧。但是这个彪子以为他死了呢，他就以为死了呗，随后他就没想别的，赶紧把这女的衣服脱光了进行奸尸啊。这么长时间了，他就开始发现啊，一阵发现奸尸之后他就干嘛去了，他就先准备下楼去那个拿个袋子，如果他先就动手开始嘎呢，可能这女的就废了。没有，他先去取袋子去，把袋子取过之后然后再嘎。就在他下楼取这个袋子的时候，这个女的啊活了，也是被他一顿折腾啊醒过来了。这女的一看呢，这就明白咋回事了，着急，一丝不挂的，连衣服都没穿，赶紧就跳楼，你知道吧。完事之后啊撒腿就跑，就是身上啥也没穿就狂奔呢，到处打听派出所在那儿，直接到派出所开始报案，明白吗？这警察立马就来查了，那一看这还跑得了，一个女的赤身裸体被强奸了，赶紧就来了。来了一查，完了，这问题大了，一看这屋里这些东西就乱七八糟的，这个估计就是这4年多一直抓不到的那个变态杀人狂，明白吗？但是罗树标已经跑了，怎么回事呢？因为啊，回头这个标子上来一看，哎呦，这女的竟然没了，哎呀，给他吓坏了，这一不小心就留下活口跑了，明白吗？他都没敢在家里待，赶紧抓起身上的钱包啊，就拿一个钱包撒腿就跑。跑出之后他直接去了火车站，到火车站之后他才醒过劲儿，他把钱包一打开一看，里面才100多块钱，他就想这100多块钱你说能干啥呀，啥也不够干的，除了吃两顿饭以外哪儿都去不了，活不了。他就在那转悠，就琢磨，他哪儿也没敢去啊，就想办法怎么弄钱。他胆儿还小，他没啥能力，他还不敢偷啊。这时候你一偷就被逮啊，以前偷都是啥。然后他后来寻思，他说的
或许这女的没报案，对吧？或许警察没有查到，因为他不知道什么情况。他就寻思寻思吧，那我给家里打个电话探听一下虚实，不行的话让老婆给送点钱来，知道吧？但是他不知道，那警察到家一查没找人，那肯定就找他老婆了吧。回头把他老婆找了之后，那就开始就做他的思想工作，知道吧？很快他老婆就已经就是就答应了，就配合，然后就在家里头去监控，就等着嘛，哈。那头开始追查的消息，这头就是在家里头守株待兔。然后他一个电话干家去了，他老婆一接，那头警察都听明白了，就按照警察的说法呗，就装，他老婆一装不知道怎么地的，哎，那没事没事，这样的，他告诉他老婆说的家里没事就好，那么呢，你给我拿点钱。他老婆说你干嘛去？说我出着急有事儿，你给把家里存款啊全取出来，一点不少全给我拿过来。说怎么送啊？你到火车站某某个地方，我在那儿等你，快，越快越好。这警察不都知道吗？然后带着他老婆去那地方啊，给他直接生擒活捉，一下就抓住了，明白吗？当时不是在跑过的啊。感谢这孔雀王子啊，多谢你们送的礼物啊。在罗树标这被抓住进去之后，那肯定就全招了，是不是啊？来，给他再看，再给大家看看另一张图片啊，都是黑白的，没有办法，这个彩照吧，年头太久，真整不着。看着没有？啊，坐在地上，看着了吧？哎呀，这头发好像还有点白。这个就是咱们今天讲的这个主角啊，这个魔头罗树标，你们看到了吧？他这个干过这个事儿，绝对可以入这个群魔大典了，比较恶心啊！也就是说的，我也不愿意去多想去，真的想多了都容易让自己啊扭曲，真有点恶心。虽然他招了，你知道吧？但是比较有意思的事儿呢，我得跟大家说一说，他。认为自己什么？认为我自己的 IQ 啊爆棚，我的智商高的不得了，你特别高。大家说为啥呀？你有理由吗？啊，他说了，因为我在读中学的时候，你们可知道，全校总共有2000多人，知道吗？唯独选了我一个人去少年宫参加活动，其他人都选不上，就看中我了。这就足以说明我的智商高于所有人。另外，我作案做了这么久，没有被抓住。这后面是因为我点背，我一个疏忽，要不然的话，你们是斗不过我。就说自己的智商都爆棚啊，特别高。从他这个理论来看啊，也就是他有的只是小聪明而已。不过这个彪子啊。的确也是有点小聪明啊，他不是一点没有的这种人，知道吧？这确实是啊，他会做木工，知道吧？他还爱钻研这电器维修啥的，学啥学的都快，但都学的不精不厉害，就是都快，上手快，学会之后就完了。那咱们怎么说呢？就是很可惜啊，他没有好好利用自己的这点聪明才智吧，没有去走向正途。他相反就一直认为自己是怀才不遇。就说我是一个聪明绝顶的人，之所以到了这种地步呢，就是我时也命也，就这个概念啊。其实来讲的话，哎呀，就那么回事吧，是吧？他有什么智商啊？但凡做出这种事儿的啊，都没啥智商啊。于是啊，1995年1月20号早上10点，在广州市。上元港刑场，罗树标被执行枪决，他的事情啊，就这么就结束了，4年半时间。回头咱们做一下总结啊，是不是？这个事情呢，可以说的咱们讲过的不是一个了。那个韦成才就这样，就看电影，然后就真学呀，知道吧？那韦成才这个大家听过之后，是不是挺给力啊？这还有这样的人啊？
咱们得说什么怎么回事呢？就是那时候啊，也是刚刚改革开放，是吧？新鲜的东西太多，一股脑进来，很难让人分辨是非。有不少人吧，看了电影他就当真了，就真去模仿，照葫芦画瓢，真干去啊！就罗树标不就这例子吗？就模仿林国云。你说现在一般啊，大家都知道了，电影是电影嘛。你看着那电影里的东西，你还真照着去干去啊？疯了！你看着让子弹飞，你还真去咳去啊？真去鹅城去啊？是不是啊？还当真了啊？另外，我跟大家说一个问题啊，大家是否还记得刚才我说的那个他全程记录的那个笔记本啊？他不列了大纲啥的吗？这个事情呢，官方一直没有公开说明，他到底里面记了什么，到底细节是什么样，明白吧？哎，是细节说的也是比较含蓄的啊。但是香港的一些媒体或者其他呀，小说里面写的那就是十分恐怖了，什么人皮呀、啊，屋里头挂多少人皮，怎么怎么地的啊？我觉得那个吧也有点过，好吧？咱们官方吧，反正说的描写的太简单。但是香港那边他整的也太过，哪整人皮那么容易的事情啊？这就是渲染的成分太大了。我想呢，官方这么做，主要目的吧，就是出于怕更多的人去学习模仿，大家知道这么回事就行了，是吧？引以为戒，就是防止这种事情啊发生在自己的身上，也防止自己或者亲人呢谁呀、身边的人变成这种人。如果你整太细之后，你别再把那细节公布出来之后了，整得太细了，好像让更多的人去学去，更多的罗树标出现，那就麻烦了，对吧？啊，我就想吧，也没错，这个问题是不是？下一个问题就这菲儿要说的了，是吧？被害死的消息可真多啊！就是从这个罗树标啊，还有那个杨树斌，是不是啊？还有那啥那个沈长银他们这些案子里头一大堆。一系列这些事儿啊，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当小姐是多么危险的一个职业，是不是？但是目前依然有那么多人前赴后继，不当回事儿，那就没招了，是吧？也没人管不了，李白更管不了了，是不是？有人说呢，这个好坏呀、自己掂量，碰上这种事儿了，你也别怨天尤人。也没用，怨社会怨谁都没用，直接就弄死了，你找谁说理去，是不是？就把路脚下的路都自己走了，没办法啊。啊，白哥，这个案子有电影管您上叫人民日记哈，不是这个，他们吧会这个电影啊永远是干嘛的，他把这个东西会给你放大，他会突出一个主题了，渲染了，放大。那我整理这个东西呢，说是也是费了点心血啊，我就详细的去整理。但是中间有一些，比如13个人嘛，13个人有一个人是他18年前杀的，当时啊，剩下的那些人12人都是他后面杀的，但这也信息不是很全。那官方就是说，无论在任何资料上就特别少，只有这些，我是结合整理了好多好多材料说凑成这一版的啊，把那些没用的那些东西我全给砍掉了啊。就这个感觉啊，这个职业来钱快不费力，对，就是这样，来钱比较快嘛。而且关键女的吧，她也没有什么好的来钱的道路，是不是？她在外面这个竞争力远远不如男的，因为好多行业她女的干起来她不行啊，啊，就靠这个嘛，来钱还快，完了她还能做得到，所以好多女的就干这个啊，那就没有办法了。就说的，毕竟是个非法的职业，我就只能就说到这里，是不是哈？最后一个啊，还有还是就是关于我个人的视频观看方式以及其他内容，请大家多留意这些平台里面啊，我的这个个人主页说明白也好吧，也就到这样。反正这个案子到这里，李白讲完了，罗树标啊，关注微信公众号江湖李白，这里的东西贼好看。
心海，汉人有句说得简单，玉皇借他仙境和雁塔的路，乌兰大桥一直就成了悬案，高调科技抓住了高价的成勇，难道问题还有，难道最是汉王将出现在小河边，连空消失在村里面，看着汉魏张军的人们，不知还有天勇在城墙，彭妙计他创造了国内纪录，张子强在世界排了第六，加盟哥俩家的地窖专门把人藏，龙之名的三个坑一样忙，北宝山天鹰剑和双枪老流氓，秦农民汉子民和醉汉江里面，他们记在历史的群和大殿，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北宝山天鹰剑和双枪老流氓，秦农民汉子民和醉汉江里面，他们记在历史的群魔大殿，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家出生的时间短，小黑道上的路很宽，后开的理由不一般，逃亡的三张最艰难，刘黎明他为了爱情伸出了手，张叔还在现场一点不乱，吴文海他其实也想多爱你一点，德林的队友实在太烂，豪春成王的孟一心，浪迹天涯的陈瑞龙，包拯问他报仇心太硬，雷国民他一吹天下心，汤元平和李刚走上疯狂的路，陆林为了扒鸡去了他乡，周克华他住了坟场，身家在飞涨，马艳红是披上了羊皮的木狼，邓颖亮吴宝玉和偷狼周襄阳，王涛玉王延庆和三老乔和强，他们记在历史的群魔大殿，每个人的情况不要模仿，邓颖亮吴宝玉和偷狼周襄阳，王涛玉王延庆和三老乔和强，他们记在历史的群魔大殿，每个人的情况不要模仿，那些人那些事的那些痛伤，要提醒要注意的要有理想，人们看完他们的群魔大殿，那些人的下场不要遗忘，那些人那些事的那些痛伤，要提醒要注意的要有理想，人们看完他们的群魔大殿，那些人的下场